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好，今天一样要分享的是鉴于远征的兑换码。然后鉴于远征在5月1号劳工节的时候有发布一个讯息哦，那这个讯息可以拿到普通召唤券30啊，我们兑换一下。然后兑换码是 UF4SHQJNGQ。好，我们按一下兑换。好，补空券30，然后这个兑换期限是到他写很久哦，他是写2029年10月2号，呵呵，很久，所以大家可以晚点拿，早点拿都可以。好，那喜欢我们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HFB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